即阵仔大家在咱安定区农会，会当发现农会无共款，因为农会伫建筑物的墙围啊、顶冠、菜畦、农民采收的芋糜啊、当地所栽种的蔬菜水果、人文风情、宗教文化等在地特色。一方面除了要介绍安定，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民众经过时阵，会当看到外观的图画，伫停落来进一步来加级的农户市集，选买在地青农、小农的农产品。现在来到台南安定区农会，会有农会围墙顶面，农民伫咧采收芋糜、菜畦来吸引，并且佮有当地农民所栽种的蔬菜、水果，以及人文风情、佮宗教文化，拢已呈现伫菜畦墙顶面，来为安定特色来做介绍。就是融入我们安定区所有的产物、农特产品，像曾文熙，就是我们这边很，就是我们这边就是。我们所有农特产品都是全部都是在曾文熙这边哈栽种生产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生长的土地，它适合的环境、适合的气候，还有给提供优良的我们技术给农民，所以这样子哈，整个种植所有的蔬菜，还有玉米、辣椒，还有我们的西瓜、胡麻，还有地瓜哈，还有番茄哈，还有。这边有看到哦，有好多的蔬菜，像高丽菜，有些这是我们这边农民也有栽种哈。在菜畦墙当中，各有气球、可爱动物甲坐椅，会当提供民众翕相拍卡，形成一个有立体感甲趣味的景象，因此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。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直销站，我们直销站门，我们的店门前的立体彩绘哦，相当生动，相当漂亮哦。你看，我们有胡麻田。里面还有我们的浪漫的气球，还有座椅，可以供大家来拍照。哦，这个座椅看就是立体的啊、哦，坐一下休息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感觉，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？除了菜畦墙以外，安定区农会阁利用停车场举办每个月假日农夫市集，提供在地青农、小农会当现采现卖，增加收入，并且也希望透过菜畦墙拍开知名度，吸引更侪人来市集购买农特产品。记者萧建伟安定区采访报道。